送礼的小伙伴，抓紧时间喊我吧。四毛就四毛吧，你看今年呀产量特别的高，叔叔阿姨，但是这个价格呀，你无论走到哪里啊都买不到正宗的砀山苏梨。先替你们尝一口。嗯，都是啊又酥又脆又甜的，喜欢吃的朋友就挂下方小黄车。Hello， 小伙伴们，至尊三听有没有了解到呢？每一天啊，我们丹哥为大家现点现发，还是要强调，你不要嫌我啰嗦，因为这三个品种啊，因为成熟期不同，能凑在一起太难得了。想要送礼的小伙伴，抓紧时间喊我吧。叔叔阿姨，我真的不是骗子，也不是什么带货的网红，就是想把咱们家这么好的苏梨呀、给卖出去。咱们家的苏梨，我给你们看看它的品质，每一个都是这种又酥又脆，汁水呀、特别的大。如果你们愿意相信我，就带上一份尝一尝，不会让你们买贵的。朋友们，你们看一下这个产量高不高？这个啊就是我们东北的鸡心果，很多南方人啊连见都没见过。它属于苹果的一种啊，吃起来它是脆脆甜甜的。你看，哇，真的很好吃啊！如果你们想吃啊，你帮忙点个小爱心，我就把它挂在小黄车里面，你们看着怎么样啊？收了就怎么样。姐妹们，今天让你看一个好东西，砀山苏梨，看一下它的品质。哇，果肉啊是又酥，水分还大。你要想吃，我直播间十几块给你发一箱。明明是凤梨，你们啊偏偏说是菠萝。我打开一个给你们看一下啊，每个削开皮，不用泡盐水，也不用挖眼，直接就可以吃的。打开一个，哇，吃多少个都不烂嘴。嗯，啊，都是产地价，喜欢吃的话来我直播间。